这枚镶嵌在卡地亚胸针上的黄钻是稀世罕有的珍品，它重101.29克拉，早在100多年前在南非出土，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——奥纳特。这枚钻石上次现世是在1996年的拍卖会上，20年前钻石被再次抛光，重量减轻了1克拉，但颜色从之前的浓彩黄变成最高级别的艳彩黄，价值瞬间飙升。这次苏富比拍卖估价为700万美元。Whether it's in the jewelry market, watches, paintings, always the blue chip items, the rarest of the rare, they will always do well.跟奥纳特一起拍卖的是一枚37.61克拉的异色白钻，估价至少160万美元。佳士得拍卖行推出的是一级方程式传奇车手舒马赫珍藏的8块豪华腕表，它们独一无二，总估价为400万美元。这款艾比腕表从舒马赫风驰电掣般的赛车速度中获得灵感。这枚尊纳的首款流浪者则专门为舒马赫量身定制，助他在法拉利车队旗开得胜。舒马赫1991年出道 F1 赛场，获得过7次 F1 世界冠军、91次分站冠军、65次杆位，是最优秀的 F1 赛车手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